下路线是优势对线。他还没吃我红，挺赚的。他刚才绕回来吃我红了，胆子这么大吗？小子胆子有点大，我感觉眼睛有点难受。他刚刚就是双 buff 吗？没注意看。我刚才没注意看。咋想的呀，这年轻人。到齐了呀。有闪现啊，这人
我们下路七了，那寒冰辅助确实对线强啊，有一说一。四个人头八九分钟才神话装备，金石三千块是吧？金石三千一，妈可以上我三千三了，我操！刺客的装备还是便宜，这小子还吃我野怪。操，是五个人啊！牛逼！你大招太无脑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怎么对面下路游走了，回去还把人杀了呀？他出的红城修复了吗？怎么感觉打他不掉血？我深藏力量。喂，这我现在没有 Q 到啊。
眼睛有点不太舒服。来个影魔刀吧，第二条小龙就不好控了。这么细，有点细节啊，这个回头。哇、哦！被打断了。我靠，这谁是 Q 技能？这谁是 Q 的也很歪啊！是我帮他打了点伤害，哇靠，这剑魔这么猛吗？这队友小抽梦是吧？上单
crazy。太猛了，太猛了，这队友。他能不做死亡之舞啊？这装备太脆了吧！这装备有可能被秒的，这装备。哇！这他妈的腿没踹出来，腿太短了。他触发了个行驶的加速啊！这不死了都是终结啊！这不，这边青钢影连拆两个战略点。拆麻了，在敖星的注视下，我已变得更强。哎呀，他有狂风之力。
计后果。Double deal land。太浪了。对面都三线了。打团不好打了。好像能一波呀，太急了呀，感觉连一路都没拆掉，确实蛮高的。
别管他，别管他，直接拆。别管他。太浪了，你知道吗？